回想起当初，在此处给皇后做仪堂，圣上得知之后，赏赐了你。彼时我心中还有不服气。与皇后说，子与你在一起之后，大家看到的都是你的心腹，不曾再看到陈少少。皇后便说我。 戏子太多，只管自生自灭，自损自荣。终让我学会转换，学会此山不开，另开他山。我之前恨你抛下我，恨你一意孤行，恨你宁愿独自跳崖，也不愿与我一路同行。 恨我自己对你真情实意，你却对我满嘴谎言。时近5年，我万不易将这些都放下，我当真是无法。 再教育真心，再赋予信任。少商，对不起，无论你做什么选择。 都会尊重你的，在西北的这几年，我没有一日不活在悔恨之中。我懂你，深深知道，你害怕被抛弃。 可我还是选择了令你最痛的方式去伤害你。在我人生最初的20年，我活在仇恨之中，往后余生。 要活在悔恨里。如果可以，我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你，但我知道，我已经没有资格。 我曾对皇后说过，若郎婿是骄阳，光照万里，那我们女娘亦可做繁星，日月星河，无所谓高低，唯有并存，才成就此番天地。 我会好好生活的。
打算皇后的发冠会故土后，我也会去看看这天地之浩大，游山河，识万物。你也会好好生活，对吧？待处理完杜田令一事。 我会再回西北，镇守边疆，永远守护着人间星河。我会珍重我自己的。 皇后最爱这般秋日美景。女公子快别想了，宣皇后为妻已过，你若再为她伤怀，她在泉下也不放心你啊。随口一说罢了。这些年来，皇后的身体我怎会不知？速疾一生，早早晚晚会有这么一天。 不过好就好在，他走的倒也平静，没有痛苦。如此这般，我心中也轻松不少。娘娘，娘娘。 阿母做了你最爱吃的糖儿，快跟着阿母进屋尝尝。来来来，尝尝。如何？算了。
我就知道我自己做不好这些的。你看，夫人，你又气自己。袅袅还没说好吃不好吃呢。嗯，袅袅，乖，乖，袅袅，这个是阿母卯时不到亲自去厨房做的，你再吃点，再尝尝。夫人呐，你还是骂他两句吧。 你这么温柔和蔼，也太吓人了。将军，又胡说。我宁愿装一生一世，只要袅袅开心就好。从前15年，我们不在家，想装也不能装。后来5年，袅袅去了宫中。 便也没了机会去装。袅袅，你就让阿母装吧。若有一天阿母装不下去了，你可别笑话阿母。袅袅。 阿母错了，阿母也是第一次做女娘阿母，不知道这带女娘和带兵的不同，与带儿郎更是不一样。阿母也想改，可是你长得太快了。 根本不容阿母去琢磨如何改变。阿母错了，袅袅，如果再给阿母一次机会的话，阿母肯定不会把你留下。就算是出生入死，我也会把你带在身边。我们全家人同生共死。你阿母说的对。 倘若回到当初，我就你大母和葛氏拼命，也一定把你们都带在身边。将军，你可当真敢跟菌菇拼命啊？果真？那你就把这盘点心给菌菇送过去，顺便告诉菌菇，你即将启程去平豫州渡田，所引起的民乱，你看看菌菇会不会跟你拼命？ 你说这个做什么？万一他拦着不让我去怎么办？我这一生最头痛的只有两个人，啊不，三个：阿母、袅袅和夫人。<笑>阿父，啊，谁最傻？自然是。 这点心还是我给大人送去的。四方神灵保佑，保佑阿芷命大福大，逢凶化吉。 当年我生阿芷，时辰就是好。那天。
满天的云彩啊，呀，一会儿像龙，一会儿像虎。是啊，姬老爷由县令一路荣升至郡守，怕没两天呐、就回到都城做了大司空了。阿姐鸿运当头，那还是我生他的时辰对。当初老神仙说你家阿芷啊，老夫人呐、快别提那人了，就是他胡乱算卦，把四娘子强行留下来，以致四娘子和伯夫人离心，才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头。大母最近的胃口可有好些，女公子在宫中五年，如今终于恢复小住，老夫人嘴上不说，可心中是欣喜的。我当初鬼迷心窍，听了葛氏的撺掇，整日里就想着拿捏大郎和心腹，所以才耽误了袅袅。倘若再来一回，我定要好好的待袅袅。好好待，那是我孙儿。以后袅袅想嫁谁嫁谁，不嫁也成。我早与大郎留话了，我过身之后，攒的金银财帛，统统的都留给袅袅。哪怕他终身不嫁，也好有个依靠。好了，好，夫人，好了啊，好了，我对不起孩子。你可还记得当年在乡野小屋我病重的时候，那会儿若不是你细心照料我，恐怕我现在的婚姻都青草莫息了。女公子负担命大，自会逢凶化吉，莲芳怎敢鞠躬啊。当年我还不知道我的阿父阿母兄长们长什么样，什么性情，身边最能信任的人便就是你了。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如今家主和女君还有几位公子多疼爱女公子啊。这些年就像一场梦一般，这一个月我总是在想，会不会突然醒来，发觉当真是一场。女公子许是累得很了，又睡得太久，人就有些迷糊了。其实我也想与大木和好，只是我真的与他亲近不起来，或许是还怨的是我骨肉分离那般对你，或许是因为怨他让我十五年里从未感受过亲近，不知什么是悲哀。可在陈家最危难的时候，他还是会挺身而出，与我渐渐融为一家人。可我当真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女公子受了那么些罪，就是难以接受也是正常的。从前我阿母说我身上总有一股子力气，
还不服，如今倒是知道。女君她早已，可她如今对……你不必再说，那母的心意我是明白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去记挂这些，不会去想谁厌憎我，谁不喜欢我。相反，我要去想谁喜欢我，谁待我好。因为只有想到这些人，我才会有活下去的底气。人呢，还是要多想想好的事情。余生很长，这样才能好好活下去。我明日就要出发了，今日特意来找你，辞行。我也准备面圣，向圣上辞行。两年前，我父亲为解困义兄，献征伐大军的温将军于不利，罪该万死。后不一味救我父，不惜领军驰援，险些丧命。圣上宽宏，贬我父亲官职，与母亲回胶东接受惩戒，而我也向圣上请旨外放，去推行杜田令。袁仲穆和袁夫人可还好？他们倒是前所未有的好。我父亲自觉愧对袁氏列祖，没几日身体便垮了，我母亲也因此对他关照起来，更愿二人一同相伴回乡，也算是他们这段姻缘的好结果了。只是他们临行前还在担忧我与你的亲事。对不住了，袁山间，我最终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。我嘛，意料之中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将来我可是要位列三公的，我的子孙后代也要位列三公，权臣辈出，我袁氏昌盛绵延。可惜啊，可惜，这三公夫人你是做不成了。有比我更适合做这三公夫人的人？受伤，其实我早就知道这是场必输之局，如今真输了，我亦落子无悔。只是
就算我输了，霍不疑也没有赢，不是吗？这些年，我一直在等你走了。这一次，我望你先辞别离开，别回头，否则我怕我会后悔将你让给他。李公子，别来无恙府。我知你心意，可我给不了你想要的。都想好了。想好了。你为救我阿父险些丧命，我再与你斗气便是真不知好歹了。如今圣上在各郡推行渡田令，我已自请前往各州郡巡查，督办渡田令一事，希望能建功立业再回都城。你呢？我也是因为渡田令一事，圣上下令在豫州建立总理大营，我担心尚有立地余孽未曾清除，打算前往协助太子。若我没记错，此事该是程将军去吧。你真是做得一个好女婿，又替岳父上战场。只是我不懂，你为程颂截杀蜀中余孽，因他是少商兄长；你为程将军护送太子渡田，因他是少商父君。于情于理都是应该，可你为何要帮我们袁氏？毕竟善剑对少商始终不曾放下，你我仍是情敌，因我是这个都城中最关心你的外人，这是真心话。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，若是你不好，少商不会安心。就如同他举荐楼瑶，我不会为此生气，因他就是这般嘴冷心热之人。唯有他关心的人都好了，他才会安心。所以我只有帮你们都好，
他才会去寻找自己的儿郎。我一直觉得太过情深不是好事，情深难抑让我父亲意志消沉，让我母亲伤痛一世，让我自幼失去双亲庇佑，独活。然而你比我情深，比我傻，所以比我更值得他所爱。我袁善剑一希望最后陪在他身边，是最好的那个。这里离华县不过十几里，你要不要去看看楼瑶？阿瑶心性宽阔，又一心为民，成为一方父母，定是将华县治理得很好。他与何昭君这般好，我还是别去打扰了。程娘子，前方有一位女公子求见。程娘子，好久不见。楼离，我阿兄听闻你途经此处，特让我请你去华县用膳。多谢邀请，我要送皇后的发冠回故土，就不便去了。阿兄让我来，是想邀请故人瞧一瞧华县如今的模样。他想告诉你，华县已不复当初的满目疮痍，如今百姓安乐，再不用受离散之苦。若非阿嫂即将临盆，他脱不开身，一定会亲自来请你。陈娘子，真的不愿意见吗？去吧。那好吧，我随你前去。昭君阿姊即将临盆，你们带着仙人遗物登门，怕是……阿兄，你们在此守着，我用完晚膳就立刻回来。我随你去。玉，罗娘子，你这一生……前些时日，我阿父阿母在家乡病亡了，
我如今尚在孝中，还请程娘子见谅。程娘子，请。这城中的侍卫，瞧着倒是比往日少了一些。圣上在豫州推行渡田令，周围一些乡郡蠢蠢欲动。袁善见在周边巡查，我堂兄也派了好多侍卫前去配合了，所以县衙里面没有安排那么多人手。怎么，程娘子是过惯了前呼后拥的日子，没百来人伺候，不习惯了？谁派你们来的？口中有毒丸，弃一卷。随我去搜。是。跟我来。是是是。没想到受伤你会忽然造访，招待不周。我在途中遇到程娘子，想到兄嫂与她多年未见，便邀她来做客了。阿兄，昭君阿嫂，你们不会不乐意吧？怎么会？少商，阿离这些年家中有些变故，他说话你别往心中去。这一路上瞧来，这华县被阿瑶和昭君阿姊治理得很好，这街上比出林之时热闹了许多。
好些建造屋舍的法子都是当年跟着你学的。少商，对不起，当初我不该将阿兄自强迁怒于你，只是那时阿嫂下落不明，我担忧焦急才会。如今想当初楼家是何等风光，现在却落得这步田地，只恨某些人与楼家做垫脚石，谋自己锦绣前程。楼里，楼家有今日，是当初大兄行差踏错，怪不得别人。都吃饭吧。这个位置是留给？那是给陈娘子。这老姜在华县可是不多得的，你一会儿一定要好好尝尝。多谢。医师不是说还有一个月才生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华县懂妇产知识的女医只有陈儿，可我听说她好像随夫君去清县探亲了，今日不在华县。我这边快马去寻她。程勋，你坚持住。阿离，这里就拜赴你们了。放心，你去吧。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来人！来人！扶嫂到崔家庙，那儿宽敞。陈娘子，你也是女眷，来搭把手吧。我知道你与昭君阿姊往日不睦，但看在阿兄的情分上，你帮帮他吧。不是，子然，报，少主公，适才搜过了，于附近的沟渠里发现了几十具残尸，他们有的身穿华县侍卫铠甲，还有一些。看打扮，甚像袁侍郎府上不取。黑甲卫听令，在，即刻随我前往华县。是。进去。走，小心。谢阿离为何会多于出家庙？是谁在此处修行？你们先出去吧，把门关上。是。